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 台湾电视台。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哦，那个放假放很久呢。没错，那就要来打任天堂。是啦，没错，这款游戏呢，就是之前曾风靡台湾的 Wii 运动的 Nintendo Switch 版本，一共收录七种运动：足球、羽球、保龄球、排球、击剑、网球，还有高尔夫球。那过年呢，就不用出门，在家挥动 Joy-Con 就可以身体动起来，家人一起开心的举办运动派对。而今天比赛的项目是击剑，首先互相观察对方的动作，找出破绽，并擒中对手身体的格斗运动，把自己的剑跟对方的剑如十字般对峙，以进行防御，并等待时机反击。那马上要来欢迎本组的游戏嘉宾欧颂平方。欢迎欢迎啊！优质的男团女团，新年快乐！哇，平方今天虽然是来玩游戏，在后台也跳得很快乐哈！谢谢你们，来欢迎欧颂。好，那来先分享一下，哎，应该都有先玩过击剑呢。哦，谁来分享一下啊？我文婷，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有跟蓉蓉学姐。小小切磋一下，学姐，她很强，是学姐，学姐，有偷练哦，蓉蓉，一般般啦，一般般，不要很谦虚，现在讲得很谦虚，然后到时候开始的时候，对，待会就毛起来哈。好，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两位是在粉专上面，因为参与了游戏，所以呢就可以上台来的两位观众朋友。好，欢迎，请上台。欢迎欢迎，恭喜在红白的粉丝专页玩了任天堂活动幸运的观众朋友。来来来，欢迎欢迎。那这样，既然那个欧颂跟乒乓都有人玩过嘛，我们先玩一把给他们两个人看，先示范赛一下好不好？谁来示范？谁来示范？欧洲我们就请文婷喽。好，那乒乓我们就请蓉蓉喽。好。好的。来，加油！加油！加油！文婷对上蓉蓉。蓉蓉加油！蓉蓉加油！开始。Let's go, let's go！ 准备好了，游戏开始。开始。击剑第一场。蓉蓉加油！蓉蓉加油！可是我都还没看清楚哎，那再一次哦。哦，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行，好玩哦。你刚刚不是有练吗，文婷？蓉蓉真的很强，太强了。蓉蓉一下，让一下。蓉蓉加油！好，准备，游戏开始。加油加油！哇，加油！文婷加油，文婷，这有时候也不能急啊，还是要靠点运气。文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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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哦，完了！哇！兄弟，恭喜你，好好玩哦，而且画面好生动哦。但是文婷辛苦你了。厉害辛苦你了，辛苦你，谢谢。蓉蓉太强，对不起我的团员，没事没事，nice。好，恭喜恭喜。好了，接下来请两位观众朋友就位。这个胜负很重要，因为它攸关下一个游戏。下个游戏呢，赢的人可以来做预测者，预测者 winner 呢还可以得到大礼包。OK， 加油！我们这边帮 Karen 加油。Karen， 慧敏加油，慧敏加油，慧敏，慧敏，慧敏，小姐加油。Karen 也加油，慧敏让他知道你的厉害。来喽，第一回合游戏开始。哦，你的这个姿势，感觉非同小可啊，慧敏。哦，两位，慧敏，慧敏姐，哎，不是，哇，哎，我都还没开始转播，他就，哇塞，这应该是。是谁啊？红队很旺。Karen 赢了吗 ？Karen，Karen，Karen， 慧敏，那这一局就表演了。我觉得他需要一点男团的力量，加油，给他加油一下，加油，加油！你如果你按这个那个 ZR， 他可以防守，他可以防守。对呀，要教他一下嘛，哦，他会，他会。来，我们这边就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加油，慧敏，他已经够厉害，相信你可以的。开始，比赛开始。哎，要防守，要防守。Karen， 啊，差一点，差一点。赢了，我们 Karen 赢了，红队又赢了。
Karen 又赢了哦。不是，因为刚刚这两次好像都过得太快了。再看一下重播慢动作。好。哦，实至名归，超厉害的，2-0胜出。恭喜恭喜。好，来，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走上大舞台，因为下一轮的游戏马上要开始。好，那 Karen 你跟我先走，因为你是个 winner。待会你可以来预测一下下一个游戏呢谁会赢，是乒乓队会赢还是欧颂队会赢。如果你预测对的话会有大奖可以拿，啊，如果猜错的话大奖就会变成刚刚那位女孩了。 OK， 但你也有安慰奖参加奖好吗？好，任天堂很大方的齁。来，现在请所有的男团女团男孩女孩们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接下来要 PK 的是 Nintendo Switch 斯普拉顿三。这个游戏的主角是个鱿鱼哦，化身成人类，在场地中到处泼洒墨汁涂抹，涂抹面积较多的队伍获胜。但如果你一直努力想击倒对方玩家，却忘记涂抹地面，你的对手就会赢得比赛哦。Karen， 来，请你告诉我们一下，你心目中觉得哪一队会赢呢？欧颂吧。他刚才站在红队赢了，但是他现在选择白队欧颂。哦，就是变心意就对了。确定哦，谢谢。这就是看一下我们拼分，胜券在握。好，来，我们就这边观赛的位置哦。来，请移动。好，现在欧颂拼分已经就位了，准备了。好，现在的所有的环节都准备好了。哇，这个场地呢？叫做真境跨海大桥。好，都到齐了，现场准备好了，比赛请开始。哦，这是红队吧？这个就是白队啊。Are you ready？ 开始。哎，步步为营，步步为营啊！我现在看到白队这边的攻占范围是比较多，是比较快。好，红队加油，红队加油，马上先把自己的领地画下来，好吗？队长，首先帮Nicole的战力非常强哦。Nicole 加油！我个人呢，战略这方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步步为营啊。就是呢，你如果一直忙着要击倒对手的话，你就忘记涂抹地面了。所以同时你要兼顾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哇，神射手来着，让2-1的状态。哇，可惜了，可惜了。不过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好。哇。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白队。现在红队还剩3支，现在是白队的队长。强强强！冲冲冲！新的一年我们都要冲啊！冲啊！对。fighting fighting！ 哦。哇，好生动的画面。战况目前是非常的焦灼，哇塞！过年就是要玩这个啦，任天堂。哎，看起来兔年行大运，看起来白队的面积好像比较多哦。是吗？但是另外一队也很厉害啊，不要放弃哦，加油！有运动家的精神，对，持续的往前攻进。来了，我要来了，加油加油！好。现在红队呢还剩3位玩家在线上。Karen 如果预测正确，可以得到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以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他预测的是欧洲获胜。哇，红队现在目前还是岌岌可危啊，但是他们现在破出去了，他们什么都不管了，现在锐不可挡了。哇塞，展开进攻，终于开始反击了。哇，太精彩了，太精彩，堪称史诗级的伟大的战役。是的，红队现在火力全开。完蛋了，完蛋了！哇，乒乓的成员玩到嘴巴都合不起来了哈。哎，小心镜头在拍哈，嘴巴都张得开开的。哎，我现在看起来红队还是有希望哦。你想赢，我比你还更想赢啊！新的一年都要赢啊，不要放弃啊，对不对？好，哲言好投入啊，哲言，你现在要放松一点好不好？哎，哲言，我们只是玩个游戏而已，好吗？我们只是玩个游戏而已。祖安也是都好投入，我都笑不出来了，你看看。加油加油！现在时间只剩下倒数25秒。嘉诚，你笑一个啦，你结尾妖精，你不要。我从来没有看过你那么严肃过。
好，冠军也是哈，还是要帅帅的啦！加油，就要倒数15秒的时间了。哦，加油，撑到最后！不只要技术，还考验一点运气、眼明手快、你的手眼协调的能力。5、4、3、2、1，时间到。好了，来看看这有人自己站起来，觉得嘉诚觉得这你们赢了吗？看一下我们的猫咪裁判给我们的分数喽。看一下，看一下，结果是哇 ，Karen 白队获胜了，正确，恭喜你预测成功了，恭喜欧洲获胜，来两位观众呢，来坐来。所以啊，这个 Karen 很厉害了，他本来是乒乓这边的，结果观察发现欧众的团队蛮会玩的，所以你预测的是欧众，对不对？对，这就是标准的见色忘友。好，那颁奖，你也有奖品可以拿。对，恭喜慧明获得任天堂福袋一个，恭喜恭喜恭喜！是在检讨吗？你们可以到前面来。乒乓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是友谊赛，都很开心的哦，欢迎大家过年在家就这么玩起来了。好，那请问 winner 可以得到什么呢？ winner 可以获得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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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哪，哇，好薄的主机哦，这个待会再补给你了，真的会送你，真的会送你哈。好啦，谢谢两位可爱的观众朋友，也非常谢谢乒乓的加入，谢谢，新年快乐。最后也谢谢欧总，新年继续努力。好，谢谢，新年我们就这么玩吧，谢谢 ，Thank you。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福利的时间到了，现在呢，你就可以立刻到我们红白节目的粉丝团，回答你最喜欢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名称，一样有机会能够获得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以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今天呢，我要再次感谢任天堂带给我们全家能够一起玩 Switch 游戏机，过年不用出门啦，身体一定要动起来，因为吃很多的年夜饭啊，然后增加了很多的脂肪之后，一定要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在家里面，马上就可以举办这个运动派对。来，红队要欢迎这位。我可以说，他不但会念书、会写词，去年的时候还在金曲的红殿堂当中呢，得到了两座金曲奖的肯定。现场朋友们，让我们欢迎熊仔。红白的战好吗？新年快乐 R R G R Y 都在拍广告，不用卖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的想到、yeah. 不好意思这季节，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业配表你送动能稳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牌子，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秀，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加一个二十个手去模仿一个模仿二十个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爬得太高，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老子坐得太久，最近汗都有点外掉。Hey, oh, there I am again, hey,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Home back, those out there, all my exes tell ya. Let me now, it's the 入围金鹰奖，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可能？ Hey,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My bang,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Wait, what? Oh, 我的天，天天过年、yeah, ，We just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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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you. My bang, hey, my bang,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大声太好 ，I be like 小老鼠，生得太丑，有时也下不来。My bang, all the long i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the 开排行就像在开奖。
慰问。哦，我的天，天天过年 ，We just 下游 ，Hey， all day long is always， Hey，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霸占排行我爱不来，小老鼠上灯台头又吃下不来，大家还好吗？小巨蛋，我刚刚看评分，看欧总玩那个斯普拉顿，很多人有大，大家都不开大，所以我现在只好来开大了。I'm never the same， 爱是一直变，压线是 game， 还有嘻哈绝对不是受限。下来的不是时候，还是躲着上个班下雨天。但我爷爷小时候就叫我大胆大胆，下雨不穿那就是没穿 spray。忘了暗自三千，还是下个千禧年。黑夜里烟，钳子对点的弦子 ，I see the future， 的每笔温暖心里烟。钳子叫出的天子，外加上尖子，到底的鞭子，外加上烟子，到底老天是不太明显的偏心，万能的变脸。妹妹没有话语霸权，你没有霸的霸权，意思是 either you love me or hate me when I drop the bars。你逼不得已 ，Gotta listen， must pop， not hop， not pop charts。把你画大，全门带回嘻哈圈。成为小巨蛋，同一碗饭面，跟我学过英语 rap， 别出一撒面，在那边抱怨说不带出了啦，好了啦，我是一个主流跨刀的人，让你出大革命，上我刀下，是我的商业，不过 underground， 可是 I'm on top， 没坚持不降价，千年莫名没准当年在唱跨年，我大的声音恰在喉大了，喉还得点诺查，得靠的喉来的勾搭，他们 vocal 的勾好的，他们 roll 马的罗达。拿得大的油开大了，我不够你就以为开大了就是武功该害怕了，像我开挂的街的 nice guy， fuck my god， 叫我唱进去冰箱太帅了，你没 I'm my white body， you already know， no I'm high but my spirit is out of control， out of this world， sign out of this Olympia， 等级高速运作， Olympia 等级高级动作，画师壁画你的画那么大师计划做啥都不过，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个莎士比亚，说你文法用错，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就像我分不清我的真假朋友，被我当成戳破的说真假 bro， 你反应真假，你所谓的真假不真假， please 太自然，不好意思还是不可一世，我是 A 什么意思，只是没有跟你要副歌的意思，不让你附和的意思，真的超过你能够附和的意思， I'm too good 的意思， KTV 只能看一场看不到 show 的意思，我一直不 show， 一直突破，一直不够 flow 一不漏，其实有后面的不会上秀，任何 shit 可能没上上喝， No new friends， me and RGB 和谁去 going stupid， I said I make flow too sick， flow 一步就 shot to the end， No loser， I'm gonna PDD talk bullshit， 我服从速食和个触觉遇到 dreams， 谁晓得不是 show can I shit， not me。叫玻璃的玻璃，我不理解为何这么多的彼此网络，你们自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于是就出一个彼此的处理。你当我远离看到这些处理，把你彻底在那不是看脸已经笑废了。那个公园你大部分看得宽，你还有为了你的互动，你的互动，你的互动，你的跪脸，像你扶不起的阿伯在人世的手。八个巴拉的七八路 ，Kill 'em all， 本期靠说的八十八个 boy， 靠的少就今后。88 bars， baby take the way back to the basics， and that's for my haters。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熊仔，谢谢。让我们再次最热烈的掌声，谢谢熊仔精彩的演出。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这一位，他的歌声动人之外，当他升格成为奶爸之后呢，他今天啊特别把这个舞台呢为孩子打造了，所以呢用父母的角色要与各位一起同欢，带给大家非常温馨的演出。现场朋友们准备好你的掌声加尖叫，让我们欢迎毕书尽。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发光，你发射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面对着前方，你不必后退。 I will be fine, you will be there, 是你陪着我走过漫长的夜。尖叫声像是不懂什么叫真的爱，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梦里曾经妄想过的那一切，现在站在这里张开双臂勇敢迎接。就是说着音乐 day and night， 享受自己孤独 happy 的自嗨，突然明白这个小小的世界只有你们可以了解。 All my wandering fine, I will be there, 面对着前方你不必后退。是你陪着我走过漫长的夜。再次为你闪烁， I will be fine, you will be there, 这些感动的流星绝对不曾错过。新年快乐。接下来这个乐团就厉害了，他们不仅有夏日神曲，还有失恋神曲，还有多首年度热门歌曲。 MV 呢在网路上有高达2160万的观看次数。让我们马上来欢迎超高人气乐团告五人。
嘉宾呢，也是首次登上红白的舞台。他们说，用音乐陪伴观众是最有爱、最幸福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实力与魅力兼具的摇滚乐团 Trash。说我变了，你没错。变得更沉着，看在肩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梦，失去了太多，现在懂，没差，泪不会白流。如果你也醒了，就跟我走。Let's go， 我不停改变，为了更好的自己，而且我会不停改变。You know I won't be the same, I won't be the same. You say， 感谢所有存在的过去，才能成就全新的我自己。尖叫声。
我自己。It's time to let me free. 我定改变，为了更好的自己而前。我会定改变，打出更屌的专辑。You know I will be the same, I will be the same, I will be the same, I will be the same. 感谢所有存在的过去，才能真正真心的我自己。所有人站起来，感谢你曾经给我留下的伤，让我有比从前强的心脏，感谢在背后支撑着的力量，让每一次暴风雨来临时还能拥有信仰。为什么我们可以相遇？为什么我们醉的支离？回头看所有安排好的命运，才认识了注定。所有坚持完吗？是你让我懂得原谅，放下过去，凝视远方，不挣扎，不抵抗，接受失去，拥抱彷徨，到最后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小巨蛋 make some noise。 最后，不管这世界总是让我们感到失望，让我们感到沮丧，但是因为爱，让我们可以相信这世界还是有善良的一面。各位朋友，2023年让我们继续爱下去好吗？ Hands up。You make me wanna stay forever, endless nights goes on and on. Let's dive into this dream together, just feel the vibe around.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answer, and I'm still looking around. In this moment nothing matters.谢谢大家，我们是 Trash。
位朋友，这两位巨星竟然从来没有来过，所以请大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歌王洪荣宏，歌后李翊君。全力出道归你啊！我应该是五六岁，我爸爸都把我带出去唱歌啦。安尼哦，系啊，十岁灌入第一张专辑，十岁就灌出。所以从十岁算的话，他要四十，特别四十年。四十归你，第一次来的红白，再一次欢迎洪大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洪大哥的歌就是好听，梦丢转哦，今晚要来讲台语哦，这段好啊，转播哈，好来。我先自我介绍好啊，我是工商会，很不标准吗 ？One more time， 我先来自我介绍，我哎，介绍，那你老师怎么了？主播介绍，自我介绍，介绍，我先请。三位前辈跟大家拜见，你好啊，好不？你好，拜托，好不？拜你哦，跟大家拜你。好，来，那我先讲，大家恭喜新年快乐，扬眉吐气。扬眉吐气，吐气。哦，阿瑟来，阿瑟嘛，跟大家拜几个年。好，大家新年快乐，大家拢就欢喜。水啦，多谢，有够水，来记啊。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奇怪，你的台语哪无练动啊？因为我只会唱，不太会讲。哇，这个更厉害了，就厉害！所以他是会唱闽南语歌，但他讲话台语是不溜的，讲的不练动啦。阿内哦，讲的比那个明珠好一点点。他客家人啊，他美族的可以吗？大家好，我是吴酸，好。酸啊，是不酸啊，都一样。好，这是我今仔日呢，想要请问大哥大姐，这是恁第一届来到咱的红白舞台。嘿，哦，我就是就咱就是要想问啊，我是想问啊。你是要羞怕是无啦？不是啦，我受惊啦。我想起来，我有问题啦，我想要问，你真正有问题呢？这是第一届吼，那有啥咪款的感受啦？感受、心情、感觉？啥咪感受哦？真欢喜。不过逸君姐真的非常第一次来，感觉怎么样？非常的开心，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过除夕，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一个时刻。是，谢谢洪大哥，谢谢静云大嫂，谢谢玉君姐，谢谢传播朋友破下鼓励起来。这一位他是我们红白的老朋友喽，而且几乎每年呢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对吧？但是他虽然每年都看到，每一年我们都期待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惊喜要送给大家。让我们欢迎持续为台湾通讯不断创新及努力的台湾大哥大。现场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台湾大哥大林之层总经理，欢迎！欢迎林总，林总好！全台最帅的林之层总经理，
又有什么好讯息要告诉大家？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拜个年，林总。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刚刚我在里面看到一个MyMoji 的服务啊，可不可以林总啊，再帮我们仔细介绍一下？是台湾大哥大为了帮助大家能守不能哦，在这过年过节的时候传赖讯息跟亲朋好友拜年，能够用一个最个人化的方式、最特别的贴图来传达你的心意，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 MyMoji 数位分身制造所。哎，这个 3D 分身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等一下来看我们现场的示范咯。来，请看哦，还可以后空翻哦。哇，好厉害哦。哇塞，这个 MyMoji 的世界真的是能所不能哦，大家在元宇宙 LINE 贴图的世界都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在科技的辅佐之下。哎，那今天只有您来而已啊？没有，我今天带了两位很厉害的人跟我们来一起示范 MyMoji 啊，我们的金牌级的国手，台湾大哥大体育家族，我们的举重世界第一的女神郭幸淳，以及我们的霹雳舞国手孙正。欢迎神秘嘉宾郭幸淳、孙正。欢迎！哇，这两位是我们的偶像啊，英雄啊！欢迎欢迎，新年快乐！欢迎两位，欢迎女神，欢迎霹雳舞国手孙正。来，我们先请孙正跟大家拜个年。大家好，我是孙正 ，A.K.A. B Boy Quick。那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大体育家族的世界第一举重国手郭幸淳跟大家问候。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选手幸淳，然后新的一年祝大家兔飞猛进，红兔大展。谢谢。不过我想先请问一下两位，两位除了是体育高手、国手之外呢，他们还预先体验了这个新科技 MyMoji， 好玩吗？孙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这个 MyMoji 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分身，然后就可以做很多像鞍马、霹雳舞的动作，还有冰上芭蕾等等，就蛮强、蛮逗趣的。哦，有些是你本来就会的，但有些你不会的，你都能够能所不能了。对。那如果是幸淳呢？那我在体验的时候，其实操作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呈现出来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然后一秒就变孙正。哦，你也可以跳霹雳舞啦。对，这听完分享我们必须来现场试试看，这要怎么操作呢？这个 MyMoji 还可以怎么玩呢？我们现场玩给大家看。好，来，那现在我们也要找一位观众朋友，林总帮我看一下大荧幕哈。这里呢有25个已经很厉害的 MyMoji 的高手。好，现在呢红框正在跑起来，林总你喊停，我们就要选一位体验过 MyMoji 的朋友上台互动。来，林总请。好，停。哇，恭喜这位幸运的观众朋友。这一位观众朋友们待会呢慢慢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咯，谢谢。他在哪里啊？他在哪里啊？帮我们找一下齁。今天呢各位也看到台上啊大手笔，在我们的右手边，台哥大把这个神秘的 MyMoji 分身制造舱搬到了红白的舞台。待会呢就请幸淳呢透过30秒，是吧，30秒就可以制造自己的贴图分身体验过程展示一下好吗？好，好，有请幸淳哦，来移动到我们的分身舱当中来帮我们来体验。好，现场朋友们待会呢可以看准这个画面，有请幸淳呢直接进到我们的分身舱，待会刚才说过30秒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做出他的分身了。之前呢幸淳在体验的时候还有先预先拍了一段影片，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好，请看。谢谢郭幸淳的示范。好，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他是刚才那个幸运的观众。哦，我想说我们聊着聊着，突然间有一个人这样子畏畏缩缩的走上来。他只是今天换了不同的衣服而已。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翔翔。翔翔吗？今天呢，他要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叫做动作模仿。他这个关卡呢，待会会跟着幸淳还有孙正，他跟着他的动作来做。如果你完成挑战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大礼。好，那就赶快来开始吧，准备。郭幸淳的分身，来，你要跟着他跳啊，你要跟他跳一样的，看着前面，看着前面，哎，好好玩，而且他很生动，哎，就那个画面，画面非常的写真，哎，吼，对，哦，刚刚觉得他跳得不错，有跟郭幸淳一样好的，拍拍手，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好，那接下来是孙正的分身啊。Are you okay？ 待会就是孙正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哦。想想干吧，对。可以吗？哎，其实你可以口罩拿下来，你上台表演没有关系，让我们看一下。好，我相信你是有备而来了。请出马！哎，快快快，跟上跟上！哎 ，Yellow， 你会不会？你帮他一点了 ，Yellow。我觉得搞不好，哎哎哎哎，他可以，他可以 ，Yellow 可以耶 ，Yellow 可以耶 ，Yellow 帮忙一下。哎，这个画面太惊艳，写真哎。哎 ，Yellow 跳得不错，我们的观众也美败哦。那觉得他过关的拍拍手，你太棒了，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好，但是我觉得你太过分了。来，你麦克风拿起来，来 solo 一段。那个分身吼，哎，等闹走哎啦，啊，你本人爱跳跳一下，可以吗？没问题。好，欢迎霹雳舞歌手孙正 ，Showtime。真功夫，哎，说来就来啊！还好红龙红那一段呢，先跳完，不然你这样一跳，那舞裙不敢翻了，你啊，很棒哎！所以你一直都有在进步中，谢谢你哈。好，那刚刚这一段呢，已经过关啦，对不对？是不是有奖品可以送啊？我们要送什么给这位很优秀的观众朋友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台湾大哥大提供的 MOMO 币16888元。好，请林总颁奖，各位上来跳一跳。你们要跟那个分身一样啊，总经理你也要嗨一点啊，一二三，好可爱，谢谢林总，谢谢，谢谢。在家收看红白的观众朋友们也有机会抽大礼喽，抽到什么大礼呢？过年期间啊，那么在台湾大哥大及红白脸书粉丝团参加买 MOJI 能所不能上传与台湾大体育家族选手分身 AR 创意合照，就能够抽好礼。没错，就有机会获得市价21990元的 Google Pixel 7手机，或市价3290元的 Google Pixel Buds A Series 耳机。活动详情，请上台湾大哥大和台视红白脸书粉丝团。接下来台哥大的福利呢持续不间断，在台上呢我们要邀请观众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台湾大哥大一二三激励达人，其实游戏呢就叫做一二三木头人哈。那我们要找谁来玩呢？观众朋友，哎，好，现在我们的观众已经到位了，来，现在呢等于是有三个队伍来 follow me。哦，这里呢有非常非常恐怖的软药球，哇，软药球呢大概从2公斤、5公斤到9公斤，你们必须拿着这个球，然后玩一二三木头人，来自己挑，自己挑。我要选哇啊，2公斤的，赶快，哇塞，幸存，身为一个全球举重的 number one。你不拿9公斤，实在对不起我们吧。好了，全部了，扛走。哇塞！好了，现在还有5、6、4、9、8啦，你要选哪一个？我们也不要太为难你了，你自己选，自己选。好了，发好了，八好了。8公斤。来，请就位，请到这条线来。好。好，孙正 ，follow me。今天所有定格的人都必须跟孙正做一样的动作。不要太难啊。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孙正，你拿的是几公斤啊？2公斤。好，郭幸存拿的秀一下，8公斤。来，妹妹，你拿的是3公斤。帅哥，4公斤。明珠，2公斤。Yellow， 好，比赛正式开始。哇！孙正不要太难哦。里面，一二三，木头人。郭幸存，你要跟他一样动作。郭幸存，郭小姐，他应该不是跳吧？是这个动作，是这个动作。好，那我要退掉，对。好，一二三，木头人。哦，这个太酸了吧？这样子拿很久啊！我刚忘了公布，就是说 winner 有16，这怎么看？这数字是16888。一二三，木头人。盘腿，盘腿。黄轩淘汰阵亡。K.O. 好，一二三，木头人。什么？爬不起来。我其实最惊讶的不是观众的厉害，而是我们国手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节奏。幸存，一二三，木头人。好，恭
恭喜女观众达阵啦！恭喜恭喜！好了好了，不要再折磨大家了啊！这个游戏主要是看看郭幸淳原来在玩游戏的部分，您是比较，你是有什么状况吗？为什么刚刚就？我比较喜欢杠铃呢。哦，好了，准备颁奖。恭喜红队获得市价3290元的 Google Pixel Box Series 耳机，掌声恭喜！恭喜恭喜，还是很开心了哈，皆大欢喜。那我们的赢家呢？他这么辛苦，他可以得到什么呢？是的，赢家呢，白队获得的就是16888元的某某币。好羡慕哦！谢谢台湾大哥大。最后再次谢谢孙正还有郭幸淳，新年快乐！谢谢。现场的朋友，我看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你的尖叫声，让我们欢迎韩国大势女团新爱乐。
bombo. B-boys in my drum, no knowledge. Not that low level, maybe I'm bombo. It'd be 그냥 훅 들어가고 많이 원지. I never had to grab, but it's 그게 달려 dog. 알차하고 있어 다 좀 닫혀있던 너처럼 bombo. I value my nerve, 그만 두들겨 너. 머리 빈 멍청이들 과는 눈을 물이 전혀 So let you know. Rap by diamonds in my back. If you wanna sit down, so get like that. My mom is so ill, oh my god damn. Okay, I'll show you what's in my back. Rap by diamonds in my back. If you wanna sit down, so get like that. My mom is so ill, oh my god damn. Okay, I'll show you what's in my back. 바쁘진 건 뭐야 공부해 놀던 건 나쁜 건 내게 whoa, whoa, whoa. 동료 봐라 come come I'm a cool lady 유모 in carry 너가 벌벌 떠는 언니의 사이버 Boss baby 넘치는 jealousy But that's jewelry 내 피부부터 영한 것은 언급하기도 귀찮아 So here go princess 어쩌면 공제 언제는 몰라 아무런 동해 여길래 rose and beautiful red 화가는 가시 그대 blood yeah 아직 잊지 않은 연락들은 앞으로도 잊지 않을 거니 하던 이만들은 저기 버려두게 You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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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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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by diamonds in my back If you wanna see 谢谢一起公布成绩，好，谢谢谢谢。待会呢，我们在公布成绩之后，也会在预测正确的这一群观众朋友们当中呢，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要把大礼送给你啦。是的，当然我知道大家真的等很久，他们也是啊，那么早就来，从开场陪我们到现在，再次谢谢吉爱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好，谢谢马上公布啊。2023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现场投票成绩，请看。请看。哦，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哦，哎，别走哦，因为有人有投票就有奖品要拿哦。哦，哇，哦。恭喜白队！那我们现在要从压白队获胜的观众中抽出一位幸运儿，请公布。好的。白队的幸运儿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白队啊赢的次数不算多哦，新的一年厉害哦，恭喜蔡黛琳！恭喜！那么你会获得的是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以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记得上到我们粉丝团，那么给小编留言来领取你的礼物喽。好，最后实在舍不得，但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了。还有什么话想跟台湾的粉丝、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说？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健健康康，万事如意！耶！哇，很溜嘛！哎，你们几位也要来一下啊！Follow me， 炮竹一声除旧岁，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张哥，你这样太快。除旧岁。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我相信他们可以的，不然你们大家帮他一起好不好？好，全场一起哦。好。可以啊、哦！预备，祝福大家！炮竹一声除旧岁，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我们明年见！就不来喽！全场一起给他们最热烈的尖叫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感谢你们！三楼的朋友，谢谢！二楼的朋友，谢谢！感谢明星三缺一独家冠名赞助。